所不知嘅阿爸，今日系我第一次出发探索海洋，我真系好期待啊！所有嘢都準備好曬，我係時候出發啦！咦？咩聲啊？唔通我聽錯？是準備海豚啊！你睇下，啲海豚真係好得意噶。係。哈哈哈！佢哋仲識得同我講拜拜啊！拜拜，妹妹。拜拜，拜拜海豚。拜拜，自己。我知错噶啦，我唔该将啲垃圾乱咁抌落个海度嘅。其实清洁海洋系我哋人类嘅责任，我明白噶啦。真正的海洋，我在书里面所认识的。